Jadi dengan maklumat terbaru yang kita dapati, kalau selepas 14 hari, walaupun PCR adalah positif, kita boleh dischargekan pesakit tersebut. Nah, ini yang tindakan yang baru ataupun maklumat yang terbaru yang kita dapati dan juga akan mengubah protokol kita menguruskan pesakit-pesakit yang positif.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资料，我国卫生部将制定全新的冠病治疗指南，让那些没有症状或者是没有并发症的确诊病患，在治疗了14天之后就可以获准出院，即使他的检验结果呈阳性反应。对于这样的一个标准，很多人或许会问，还是阳性怎么能够出院呢？对此，来听听感染生物学博士林志汉怎么说。民众要把这两个区分，一个是检测阳性与否不代表那个人是否有传染力，因为他们在香港有做了实验，当然也有从台湾还有新加坡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他们得知了几个观察结果是，第一，所谓可感染的这个那个时机点是在那个人开始出现症状的前两天到差不多是最多是一个星期。所以在这个厨房里面，其实这个人是最有感染能力的。所以这个人必须要在政府或者是卫生部必须要及早去检测到他，把他隔离起来。尤其是在那个症状出现了一个星期过后，其实就再也不能够侦查到那个所谓还生存的这个病毒。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侦查到生存的病毒，只剩下好了一些病毒的一些部位或者粒子的话，这些其实是不会感染人家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谓检测的方式是用 RT-PCR， 这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器具，它可以侦查到病毒的任何一个部分，即使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病毒，它侦查到那部分的话，还会告诉你这个还是阳性。所以这个人体需要排除这种病毒需要时间，大概。到14天之内呢，其实只有30%的人是可以说完全侦查不到任何的病毒的部分。但是呢，到了第33天，还有5%的人，即使是那个人已经没有受感染了，还剩下这些遗留的那个病毒的部分还在身体里面，所以那些人就很惨，不能够出院。其实他们已经没有失去能力去感染其他人。事实上，大马链球名将黄秀杰，他的多次检测结果都没有连续两次出现阴性，不符合出院标准，而一直留在医院，至今已经70天了。随着卫生部的新指南，如今他也已经可以出院。不过林志汉也提到，卫生部的新指南也必须向人民解释清楚。但我是觉得卫生部还有卫生总监应该解释清楚的是，他们要确保那些病人如果还是有症状的，还是有感染力的，他们必须留院。而这个14天的新政策其实是不能够使用在他们身上的，所以政府是确保这些还有感染力的人全部都留在医院。而分别是什么呢？那些那些没有症状的或轻微症状，14天过后，这些人应该被释放，因为其实每一个还留在医院的人就是占用了一个职能。然后你还需要这样多的检测，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毒的剩下的遗留部分没有这么快会清除。所以我觉得政府可能也考虑到是接下来可能有更多的被确诊的或怀疑被确诊的病人会进来医院，所以可能需要这些资源。如果这些病人都还留在这个医院，即使是没有症状的话，其实是占大的那个医疗资源。我相信可能政府的出发点是这样子，可是这个是完全依据那个科学证据。